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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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的名刻在世里，不饶恕的灵显出来，所有烦恼离开，奉耶稣的名，所有捆锁出来。所有捆锁出嚟，啲烦恼放晒手，啲烦恼重担放晒手。系松咗啲啊，因为啲手系啲手指系有啲肥肥地。你话事，因为耶稣话事最好嘅，耶稣掌管。放松啦，重担出嚟，个奉耶稣嘅名，重担出晒嚟。哦。感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感謝。其實我以前是佛教的，我是拜這個大佛，是密宗的，是密宗，我們有灌頂，我們會念咒、念經，每天會跪拜。當我們跪拜的時候，我們每天是會拜一千的，拜過一千呢，是拜一千下，拜一千下，一千次。咁每日每天都要做啦，咁每天都要去念咒啦，起碼都要念幾千篇啦。比如好似念呢、這個往生咒啦，即係阿彌陀咒啦，地藏咒啦，即係好多啦，好多啦，地藏咒啦，釋迦牟尼咒，即係大嶼山嗰個咁嘅佛啦。咁我哋係每次咧密宗嚟咧，佢就會為我哋灌頂。他是用那個偶像，很小的偶像，就會放在我們的頭頂那裡，就灌頂會幫我們念咒。密宗是okay。 他就會即是那個偶像，簡直是偶像，就放在我頭頂那裡，一直這樣念人家的咒。okay。 我們會好像會有給那些什麼大寶丸啊，即是那些法王的大寶丸啊，給我們吃，吃了說會健康啊，又什麼什麼。咁仲有我哋咧係有火供啦，有煙供啦。火供就係用嚟祭俾嗰啲鬼神。煙供咧都係所謂祭俾護法神嘅。護法神咧其實咧都係嗰啲係屬於護法神，其實都係屬於人嗰只，都係屬於鬼嗰只。只不過佢話升級升做咧做護法神。咁我哋會有放巫山啦、放炎后啦，呢啲又係獻俾鬼神。咁地藏咧，地藏菩薩其實就係一個治理地獄嘅。OK， 咁就先喺開始釋放祈禱嗰陣時咧，你覺得啲乜嘢啊？你裡面喺度大嗌就話我唔會走咁嘅，好似係咪啊？係，係，其實我偶像唔想走。即係佢你裡面嗰種聲音。係。OK。佢直頭壓迫咧，佢唔想走。其實係大嶼山嗰個偶像咧，其實早嗰排已經成日喺我腦嗰度出現。OK， 咁然後後來你就覺得點樣啊？即係你初頭話唔走啦，嗰陣時個力量比較大，係咪？係啊。但係而家咧嗰個力量點樣？嗰個邪靈嘅力量？冇，依家力量冇咁大。